天后张惠妹和小哥费玉清当众借问接吻吗？原来都是分身啦。模仿节目上号称小阿妹的简宇慧，不仅造型打扮跟阿妹没两样，就连歌喉也是一样，让人惊艳。镂空长裙，一头朋克的银白色短发，再加上左脸颊那颗招牌黑痣，这不是刚在小巨蛋办完演唱会的阿妹张惠妹吗？她这样走出来侧面，我觉得是阿妹的，因为阿妹会有一种很特殊沙哑的那个金属声音，对你都有。原来只是模仿秀。27岁的简宇慧，无论唱腔还是眼神，都像极了天后张惠妹。凭着小阿妹的封号，一个月至少可以接下超过8场演出。上节目秀歌喉，还找来小哥费玉清同台飙歌。借位接吻，看得一旁来宾脸红心跳，本尊不敢玩的分身来代劳，惊爆一吻，让人惊呼。中天新闻林敏珍台北报道。